国泰民安，风顺，天将爱民最众卿平心，下万岁。苏童速遁坐下，谢坐。海燕何情何吉调，风风来雨不停调，国泰民安在何笑，望天庇佑大明朝，如今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全是将卿朱大公啊！我父皇后，君王，既然天下太平，人民百姓会当安居乐业，父母百官也无表情所受，今日却是哀家。秀胆素丽，秀公，你请君王后宫一同庆贺。原来是阿娘啊！官人太过疏忽，放心，主统丁自有安排。将卿传旨下去，今日是主统秀胆日子，命文武百官往进宫乐事，一同庆贺。娘子，去父啊！何事？东调移花调。东调移花调。哈，爱卿回来了！妙哉妙哉！来来来，寿宴之书暂且按下，快快传旨，东调移上殿，且慢。君王啊，东调移不过是崔公回来，有甚物了不起？何必对如此如此动情呢？主统，东卿为国辛苦，出塞他邦，这是何等荣耀！不但如此，官人要阁亲身下单地去迎接呢。快传旨，东调仪上殿。娘子传旨，东调仪上殿。你的主。
你远走他方，为国为民，真是辛苦你咯。有劳皇兄，这座下丹地，为臣之事，愧不敢当、啊。来来来，随官人进金殿。东条仪在我身躯边为官已经许久了，咱君臣情深。如今你又为我建下许多大功，我是要如何奉上你呢？有了有了，来来来，东兄向前受封。实在，从今以后，寡人受你掌管大理寺。有任何大小事情，恕你先暂休走。是，下主龙吟。哈哈哈！哎呀，冬天啊，刘玲，你好大的威风怎样？今朝你吹工回来，我但不我把官一世赢下，连我个龙吟。要完全心下丹地来迎接你，因公开大明朝以来，你是第一人呐、啊。如今呢，大理寺中环，我再交代在你的掌上，那你是你更加重爱小心，那么南宫南北路环，我就是会愈严重。想我办了清办了明，你若贪财受了，只怕你当头露面。Oh, dear.
乡啊，马英东啊。我喏，我为什么受气？你袂明白？你竟然如此刻意我东钓鱼，大理是大权交代于他，如果伊又钓鱼哩，那是心怀不轨，是啥款汉？敢是江山都爱落伊手头呢？哎呀，我一个祖宗啊！董卿，伊为国这年正辛劳，如果真正又心怀不轨，是要篡占咱的江山，早都占了，何用这座为官人出生入死呢？所以，这个忠臣，咱要好好重用才对。什么呀，君啊？我错在为你设想，你竟然那是在你暗谋的东钓鱼。好啦，既然卡尼斯，那呢我问君哦，现在什么时刻了？哦，是什么时刻啊？什么呀？我问我什么时刻？嗯，你根本早就将这个大事忘怀了。哦，哈哈哈哈，我明白了。哎呀，祝寿庆贺年年都有，何用急在一时？我一个祖宗啊，来来来，其实我早就命工部为你做一件珍珠宝衣，马上就命人送过奖贺你。这，原来君王你早就为我安排了。嗯，哎呀，君王。那呢是信件快递一里是我的差错，那呢，那我不要，默默把关是我强中庆贺，那我只要君王你陪伴我。这，哦，好，好好啊，来来来，默默把关，命令这事拢退下。是啊，这。我一个祖宗，你就面前带路啊！君王随我来呀！君言受亏算账。我叫给你打爱谁你
做生意哟。本国舅才是金将军，老礼貌拢叫我国舅爷，也若无大无小，拢叫我金小胖。小弟我伫阮高丽，上来是太子的地位，对阮洪家来到中原，阮洪家骄阳，我国舅。中原虽然是真好佚佗，也毋过我至今干那娶十三个，实在是真无够用，不如落家来去找第十四个呀、啊。有道理，国舅爷。中原什么无，比你上多，咱一定爱来找一个四川菜呀、啊。什么意思嘞？啊，就迄个用嘛用啦、啊。赞赞赞，行来看看见。嘿嘿。自然就会喜哦。嘿，迄无安哦，姑姑爷，那阮大兵调的律法哦，还嫁过翁的，无袂用的娶呢。除非啊，除非伊死翁啊，除非死翁。对啊，我办法有咯，回来接姑姑。听说是你受单喜哩，你叫我过早来，你来给小心点，你可无嫌我字笔歹呀？袂啦袂啦，我中文无好，你写字对比我较好。感谢国舅爷你的气着，既然也无气炎，你准备阮房出好，我准备来小心点啦。卖着急，要阮高内高的泡菜比较较辣较酸，还袂写进前，我已经准备阮高内高的名产。阮高丽高韭菜，你就唔通气气啊！哎呀，国舅啊，你我初次见面，在头你多破位咧！来来，请请请，真感谢啊！既然进来啉好咯，要无你快快准备分房事簿，我甲你写。哎呦！
国父爷，我要问你，我只有阴谋白了，我到底为什么理由准准来探听呢？他别对你讲，内底是毒药酒，哈？毒药酒，国父，我要问你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为什么理由你要害我？讲来讲去，你某生做太水，要讲你大名如患，有翁的查某袂当再嫁嫁，地位是因翁死，所以只有受这个结情，将你害好死。你上大地位，爱三生四十这真简单，你爱一个幼妇就，你爱我的家，用毒药害死我的性命，敢讲你心肝内无枉我存在？歹势，枉我是阮风车一个挂的，我甲你讲，害死你！别说打死一只狗也遐尼简单，老阿孙去，上我乖乖坐伫遐卖讲话，你若要继续动去，马上你就喘起来。我三岁就袂当犯官，我一个歹表姐真的不顾你真好难死啊！规大堆人已经死啊，叫人某来接林翁这边。
到底我的父君是怎样哩？无啊！哎呦，笑笑笑，我唔甘嘞！叫你人来这写连队，要我想讲办一个烧酒来交杯做朋友，奈查你人竟然贪饮，想要试阮的韩国酒、阮的高丽酒，一直饮饮饮出死翘去啊！有酒过度。国贵啊，见真人莫说假话，关怀我父君，面上欢乐，分明是中毒的梦。他们对你都无要紧，你人就是我用毒药酒解偷死的。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为何你如此的酒醉呢？我是无冤仇，要讲我带你袂到。只好出手下策。宋姑娘，你上当的地位，还是人家比你是多多有。为着我，你害死父君的性命，对头犯家属，我哪有可能改嫁出道呢？你上好乖乖做我第十四房，莫逼我动手。我会当我救人吗？我救人也无路用。姨太太，你是安怎啦？还到一个查某人，他妈伫咧 QQ 啦啦，心何体统？就是不生体统啊！要我要带伊做第十四房，要唔过死就唔肯答应啊！啊，原来是安尼哦！啊无啦，你先甲伊禁咧啊，我才替你慢慢考抗，安尼是唔就好咯？嗯，有听到无？啊，姨太太咧讲。该破坏后房，这边，行，行了，夫人，行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国贵呀，安怎啦？原来一个人啦，就是因翁啦，是我用毒药酒给他偷死的。来人啊，稍等下将这尸体给他带到花园的古迹来，就是啊。就好你咯，我知影，我来去准备，嘿嘿。我
知讲你安怎穿好啊？我这是丢失，老孙儿是我的红衫。哦，你也细张啊！哎呦，阿达国姑爷，伊个皇子啊，是贵为骄阳的新婚呢，皇亲国戚。啊，如果讲你若是肯答应伊，嫁伊做14房的姨太，以后你甲我就这么的称呼，你冇享受不尽荣华富贵啊！我的红衫，为着我生到如此的苦惨，我有可能再来改嫁。如果你若是苛刻要来上炕者，我甘愿死在你的目睭前。稍等嘞，方才我只不过是在试探，既然你对你的红衫有情有义，好，我放你逃走。你要放我离开，这是感恩不尽。也不过我看你生出如此的良心，为什么你委屈甘愿嫁伊为做13房的姨太？我也无想要对你有所温暖。原本我也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但是国舅爷看到我的花容起地，爱我的亲情，用我全家性命来威胁我，所以为保一家平安，我才嫁伊做13房的姨太。这款的日子是生不如死，所以我非常的同情你。但现在势必无人到位，你赶紧离开吧。你为着家庭生儿的牺牲，这是令我尊敬。也不过我还有一件大事想说要相救我。什么大事？做你说不要紧。我的红衫生到如此的苦惨，有仇不报非君子，我想我要告在青天大老爷面头前控告一阵，代替我父君讨回的公道。不可能，你是大大皇亲国戚的身份呢，你只不过是一个白面女，根本就是以卵击石啊！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天无天理。好，既然你若是这么有心要替你的红衫报仇，要不你就去到大理寺的所在控告东雕义大人。宛如在世包青天共一般，不一定伊会为你办理，但是即马是三家买办呢。无论安怎，我一定要即时即刻启程，然后告在大理寺控告。Thank you.
将我赶离开，阮受伯伯无无，阮受无无，哎呦！七百万千，非当代人来信不可哇！啊，你有替大海清的冤枉，非当代人来信不可啊！好啦好啦好啦，大人啊，这位姑娘讲有替大海清的冤枉，坚持这个时阵要来控告。官有官府，父有父尊，大理寺就不收你了。我知，我知，我知。哎呀，姑娘啊，不是阮大人无要插你，你想看卖？官有官家，父有父尊，你哦，莫去别位告啦。当今不轻心啊，天哪、啊，苍天！当大人既然不轻心啊，怪父君伯伯来死。我活在世间，哪有什么路用？甘愿吸死点在大理寺外。出门啊！出门啊！一旦心既定，本官为你伸冤罪主班头听令。在。呼唤三军，准备升堂伺候。是。姑娘啊。阮大人真好心要替你伸冤，伊真变好，暂退一边。是。恁两个起来吼，啊，恁两个也起来。哎，莫阁困啊啦，准备吼上班，打鼓相等啊！Thank you.
皇上的事，大理寺金牙三鸡有人结果班头听令，在结果主人对进来是。莫非你是代念官官上位，你贪生怕死？我贪生怕死，贪生怕死，官官上位。清楚楚，半句语言定真不了。Oh,
方才所说的言语，可证据你吗？要十三姨太。好，班头听你的。在。凭借十三姨太来到。是。是十三姨太张曼娇，张曼娇，我问你，各国警卫大龙起灭，共产卫信国名名灭灭来，确实不错。国故也太过不应该，恶作非为，害死人命。如今日老顺义的死尸，就在各国府邸。高子内中可以为证啊！哦，这道理事就是伫咧公安，张万又替你作证，本官先听记清清楚楚，快大大地位，告一准，冤仇有报，若告不准，你无命，本官共官按死。公堂所在。你可解路油条，放金钱无？是。路油条，放金钱，天哪！苍天！虽然有了口述，当代人犹原不肯相信伊我。如果我若无忘了金钱，冤仇白白无不报，如果要做对我不利，怎么叫我所以？哈，罢了，董大人，我愿意答应。好，张万玉拜去。谢大人，三军听令。好，将丢事带来丢准备。是。三军在听令，在一百英王苏浩，是you
己在此，无伤无分啊！此事当心，若为丢失，三哥将你查户下，准备油灯火。是。苦气呐，苦恼啊！大刀骨骨，苦涩嘲笑，身为骄勇，大告中原，不朽如花，挥挥出塞，害死人命，正气千分。如今办此案，讲起来简单，要做真困难，也地位费劲，要叫如何是好嘛？哎呦你哦！专干一个班头听令，在交到一方，免平少，各国也来告公安。是。我已经下了金钩钓，哪怕有鱼不想钩。报，各国告。哦。来了，城内的有兵迎亲。开掉我隐私啊！死得多多了，免客气，有话直说无妨。本官的事，办去不明白，见地国舅爷，才高不到，要来请教一番。对，未晓问我就对了。国舅爷，有人粗心大大，爱上有风之后，夺人家妇女。怕死人命，此案要如何来办呢？阿姐，阿天爷，哪会这么熟悉？是讲咩？哪会敢那咧讲你？啊，我姑爷，免紧张，免烦恼，你先问伊，凶手抓到未？董大人，这人这么苦，唔知凶手够抓到？所讲是样，都已经捉拿归案了。已经抓到了，放心放心。你办这个案件是真简单，结婚奉亲，官家也是百姓家，百姓家要如何来办？百姓不知如何，简单判一个有期徒刑就可以。啊，那官家呢？那官家更加苦，有读册，竟然阁强抢良家妇女，应该判死刑。我来，我问你，那奉亲。做如何打算呢？今日奉亲过送，这就无同款。如果若抓到，爱解金枝挂，挂去皮皮穿。此事当心，今后出外再金枝过来，哥。好、哦。打狗算得疼。也甲回归之算，手段
救护之后，害死老孙子，做了丢事，在公堂快快人口进来。啊？讲来讲去，你就是在讲我。啊，那我问你，你有认证，也是不证嘞？这好啦，有准无？无准有，当啊钓鱼呀！卖讲是大理寺，就算在金銮宝殿，阮国姑若欢喜，就摇来摆去。喂，我若无欢喜，就摆去摇来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你凭什么假婚我？好，金正坤，你不够风华，是不是？也有人性，三军听令。在。我教国姑好个。内中花红垂了，死得威震，三军在此听令，将两位长史带进公安对证来。是。害媳妇在性命，口供你老实交代。国舅爷，你靠说笨说，如今你快快将口供交出来，将我来，把我洗碗碗，陆立新害爹将，竟然帮助别人，靠，住手！不得你舅舅，你为丢死太好。是。我正正气充分，在高堂快快人口叫来。你不照口叫，果不打不响，人不打不招，起码你家叫，做金色军啊，打骂三十大棒。哎对，来人呐、啊，等你啦，你啊个拍咧到底，到时哦，招佣你又怪罪落来。那是吃醉未消呢？是，你如何呢？好啊，好啊。苦水的。我姑爷请了，我有代志要跟你参详一下。你这样的口气，我介意。哎呦，国舅爷，我跟你讲啦，阮当代人哦，性地是非常的歹。到时阵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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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公堂顶三十六兄弟，到时阵，豆豆啊，跟你行，豆豆啊，跟你聊，你是假歹看的呢呢嘛？你想看卖哎，皇帝是恁之父，皇后是恁阿姊，到时阵，我夫妇的、妻妻，你清彩淋淋的。都没有问题，没有关系。那请问你是什么卡？我嘛，阮捌的香港卡。无、哦，无，无啦，搁去班头尔啦。哈？你做班头？对啊。实在是浪费人才，国家正正需要你这种来效劳，会晓目色，搁够讲话。以后我有机会一定发重用你，望你看成。好，靠近你少林。好，
大人啊，国舅爷愿意交口供。好，文房四宝财主把你写来，点个重点。重点啊！我袂晓你的中文啊！你袂晓中文无要紧啊！阮大人哦，世界各国拢去游览过，也有去开会过。到时阵哦，你是要写什么堪山阿弥陀，还是我干来死你妈死？拢没有问题，都看得懂。哈？袂过人安尼遐细腰嘛会晓讲？嘿，真够厉害，笑乎你！是，写来。经说明明白白，苏国强大，赵洪祥主持公道，三军听令，将国歌拉起来。代理是以来，可有案情？你就直说无妨啊！国舅担大言为，招人口供，赤红相，怪两眼。丞相，打开棺来，什么？国舅竟然求亲不从，抵死顶命！这，众生主持公道，
大理寺是大明朝最高律法之处，不受任何人管辖。同兄，在此阵案情由你严办就是。多谢圣君顾体。启禀，慢来，慢来，东钓鱼，慢来。朱仝，平心。是啊，君王。朱仝，来处何事呢？君王，本当是要共你请安，为什么又关起东条仪的背影？伊到此地，到底是代理是发生什么案件呢？这。朱仝，这件事情是要从何提起呢？这，照口经验，你自己观看便知。这，口经，口经到底是何人所写？什么？口经记者，滚龙啊！君王，眼看这张的口经历，我也无话可说，是阮皇帝糊涂做差错，致死了人命。若照咱大明朝的律法，一定都要处斩。但是阮皇帝是未来国立公的继承人。我也是手足之亲，君王啊，敢会当让我逃跑，将伊死罪赦免？然后我一定好好严格。朱仝，哥哥既然犯此罪行，我也头痛心乱啊。身为哥哥的身份，来这为做上宾，如果若要带妻妾，官人应为伊挑选，为何偏偏爱上有夫之妇？如今是人命关天，百姓的命嘛是命啊！大理寺是代表大明朝，律法最高之处，现在权力已经所属于东条仪了，我也无能为力啊！君王，江山是你的。国法是你写，规矩是你定。只要你若愿意开设，两爿东条仪，伊是对唔敢拒绝。君王，求你放我开恩。我，君王，请你开设。这，朱仝，君王，我是一国人君呢。若讲地法就该拍哦。严格国国境界犯法，你所行为，我如果若探亲判断，这件事情传到外邦各国知情，咱三河国法何定？官人脸面又何存啊？当真就不能死啊！死不待。皇帝若是别再，我让我求你，你赦免我。
我开门。若是我的皇帝真是过度，我对父王的所有的交代，哼，我的江山是你的，你若要占阮皇帝，后果如何，我让你自己算数。主公，爱妃。君王，如果阮父王若要兴兵问罪，到时阵百姓是毋当过太平的日子，就算你一念之间咯，请君王三思考虑。父王。中国再动艰苦，岂不是造成民不聊生？这是要如何是好呢？为着将百姓安全罢了，官人之后只有夜回的动调议呀。
洪水王为神受跳落惊，爱卿啊，恭喜啊！
皇上急忙，各国出案已经了结三百定案。啊，好，我早就准备好势啊，准备要开始。出外之事。哎呀，大人啊，俗语人地讲得好，查甫人第一惊高望，第二惊怕狼。到时阵，这眼珠装冷机机，伊也趴在顶悬，我吼这个干杯面顶白石头，照你加速度甲趴去。莫讲三板，两板就会死。哎，走走走，三寸板。哦。皇上吉宝，你是皇亲，死罪赦免，活罪难了，给你三板定案。哈？三板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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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他讲嘛是阮家己的人，三板袂输你掠人同款，紧紧紧，抬头听令，准备来。是。国姑，请。有一个关关的物件伫车，该看起来够准备物件，你当作要烤肉哟？哎呦，中秋节才拄过尔，你要烤肉呢？唔是啦，哎呦，国姑呀，你想看卖安尼？虽然是三板，不过吼你只是一个金鸡玉叶的身躯，到时阵拍咧到地来听。所以吼，阮准备这個，让你凉死啊，凉死，一点都不会痛。真是有影？真的。拍在顶面。对。啊，然后爱敲好。嘿，拍到这这这，才会滴人疼。我拍到到地拢袂疼。好，我拍看卖咧。拍好势啊！安尼对无？对。好。啊，我要拍啊！好。哎！啊！哎！啊！Oh,
你时光退走，回转故乡去吧。感谢皇上对我救命之恩，在朝为官多年，是我当朝的辜负皇上对我的栽培提拔，我离开朝来，愿照皇上你大明江山永远万年啊。天丁了解，祝你在朝为官以来一向为官尽清廉，你我君臣情深，未回乡之前，官人特赐你三红缨，予你带回福建官。什么？多谢皇上，了解我当朝的良心情况，为官清廉，三红缨代表义务。感谢皇上，君臣一变，若要相奉承，遥遥无期。恭祝皇上，龙台宝殿威耀啊！请金伯去，你嘛爱为朕到宝殿栽无？感谢相公，为臣高兴。会当我请你好好享用啊！东雕衣，青天飘零，一笑泪，可怜东雕鱼，东雕鱼哪里去？
人在何处？大胆东刁鱼不应该，怕死国君性命，随我将伊器官拔出，赶回福建关落。哼，器官拔出，君王我哩这时下死将伊调回，当面处死。大胆！出战事情，寡人自有主张，这无理之事，马上给我退下！关龙，退下！好一个自有主张啊！既是如此，臣妾告退了。刁鱼，你敢有命倒在福建关？对，心何松，代志莫啊！娘娘传了过来，汝就往进福建关了。快来！
Thank you.
哼。